刚刚盘比琼斯是回来，这是一个卖配件商卖了个发动机出去的车，他把发动机卖跟别人卖的地区上去装的474的发动机，在长安双排做的一个货箱车，然后现在返工回来，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还不知道，没有钥匙，那等于说有可能是发动机问题，换的新发动机啊，这个才换上去的，好像一个响声嘛，还是打不着火，怎么回事儿啊？这新发动机又出问题了吗？等一下，他把钥匙拿来，我打算听一下声音，到底是发动机声音还是啥？这个发动机是卖配件的，卖跟驾驶员拉出去，在外边换的，换了不行，再拖回来，到底什么问题我还不知道，等一下来看。现在这个车钥匙已经拿来了，我拧开机油盖，看了一下哈，里面好像没有上机油。我打一下马达，大家听一下声音，因为这个是驾驶员买回去，叫他哥跟他装的。他哥在渠水那边是修大车的，修柴油车的。装上的话，其实还是跑了几十公里的，从渠水过来跑到大菩萨，也就是跑了将近40公里吧。这忽然一下就出现一个这个响声，大家听一下。这声音好像就在发动机里面啊。哇，打也打不燃，这种我看到好像没上机油，听着好像就是没上机油的声音。哇塞，这发动机怎么回事了？我把机油离心拆开来看一下，现在拧开机油离心，它在流油了。你打一下马档，大卫，打下马档。打燃吗？不打燃，不打燃，不打燃，打下马档给我看。来档，好好好，机油来了嘞，听到声音好像就在变速箱里面。变速箱里面。啊、哦，等一下我把机油离心拧紧，我看一下看。机油离心，机油里面也没铁渣子啊。来，机油来了嘞，我马上把它拧紧再看。再打一下，我听一下。打。再打。咦，这声音有点儿怪了，应该是变速箱里面听到。再打一下马达，看兔兔里面上油没有。妈的，好像没上油啊！这上面下面机油泵那里来来油，这上面不像奶油的样子啊！这里要打开看才知道。来吧，朋友们，我的判断还是准确的。我把气门室盖打开了，看到没有？474的发动机，来跟大家看一下怎么回事儿。兔兔猪干某没上机油，看到没有？干干的，我刚刚拆开，是不是干干的？兔兔猪的，是不是干干的？这新发动机突然都不上机油，有点扯淡哦。我刚刚开始，我看见这里面没有机油，我就去拆机油离心，拆机油离心扭开，然后师傅去打马达，机油离心头要来油，它没有上到缸盖上来，看到没有？来看一下，全新的发动机，这个缸盖上没来机油。哇靠，还跑了那么远，跑了几十公里，现在直接烧了，缸盖已经废了，不用看了。换土豆都不起作用，这个只有换缸盖，缸盖要么就是油大不通，这是全新的发动机啊，才装上去的，474的，才换上的，跑到40公里，大约也就跑到40公里，应该40公里都是干跑的，一点机油都没有了，直接爆死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位置我就看得出来，这里面磨了的，来，没办法了，只有继续换发动机，要么换缸盖，你看自己过来看，潘哥。你说怎么弄？好行的嘛。啊，缸盖上不上机油，它的机油泵是工作的，懂没有？它下面那个机油离心打开的时候，你打起落机的时候，那要喷油出来，那就证明机油泵是工作的，它就没有上缸盖，它要么就是下面的油道到缸盖上的油道堵了，那没办法了，这个东西要么换发动机，要么换缸盖，现在这个。总成的话，按道理说应该是还是质量问题，这个种情况，它发动机油到，也就是说跑了几十公里，一直就是干磨，现在爆死了，直接吐了入袋，干成啥样？这个只能够找厂家，到厂家了，没有看的了，啊，我就听到这个干叫声音，我又看到这个盖子里面，我是看到这个盖子里面没有油。我就怀疑是这个东西，马上把它拆开看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我猜机油离心，机油离心是来油的，缸体上来的油，缸盖上没来油。在全新发动机下才跑几十公里，不用看了呀，直接跟他换的发动机。装去嘛，给他装去。
装毛啊，还装？盖子要装起噻，我要退噻，哎呀，那你给我装起嘛，装起。这发动机没看的啦，是属于供货商的问题。我一打马达，听见那个声音，我就怀疑是那个没来油，我就拧开这个机油盖子，里面就打着不来油，不来油我就去拆机油滤芯，拆开机油滤芯，结果来油。嗯，有。来油，听到那声音又不对，我就把又来上面看。最后我把气门室打开，那除了路上就不来油，缸盖上不来油啊，全新发动机，它就干跑了几十公里，叽叽的叫。现在缸盖上的除了路是相当于是还没爆死完，这发动机已经废了，不用看了哈。人家换的全新发动机才跑几十公里，肯定是属于供货商找厂家，然后自己承担工时费，赔吧，没办法了哈，拜拜了，朋友们。